本来要自我介绍一下，刚才介绍的已经比较详细了，那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我93年呢，就是接触法轮功，并且一直跟踪。到98年的时候呢，就是开始撰写这个第一本书，就是这个《法轮功邪教本质面面观》。然后一直到后来到现在吧，一共是写了3本书，就是第二本叫《邪说俱全的法轮功》，第三本叫《踏平坎坷成正道》。这个第三本书呢是一个问答录，就是与法轮功练习者问答录这么一本书。当然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见面，咱们还是首先要感谢北京方面的领导和同志啊，给咱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首先我要讲一下，就是说法轮功呢，按照法轮功的说法，如果法轮功练习者要想达到圆满的这个境界，首先要怎么样呢？首先就要彻底决裂人类的一切。要是按照政府的说法，就是彻底的反对人类的一切。当然这是立场不同了，那说法也就不一样了。那么要彻底决裂人类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科学。因为按照李洪志的说法，科学它的基点是错误的，就是发展的基点就是错误的，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顶了，成为束缚人的东西。而且人类现在的科学呢，是外星人留下的。李洪志还说了一个说法，就是说所有会计算机的人都被外星人编了号了，就是说这是外星人留下的啊。再有就是人类的科学是小儿科，当然了，人类的科学说法轮功是邪教，实际上李洪志早就说科学是邪教了。因为科学也有这个人类的科学有什么这个教授博士硕士，这个按照李洪志的说法，这个科学也是一个邪教，因为科学还破坏人的善念，科学破坏人的善念，而且科学是骗人的。当然李洪志几乎每次他都要谈一些科学的问题。按照李洪志的说法呢，他谈科学的问题的目的就是为了破除人类这个头脑中这个思想，这个科学的这个思想，或者叫这层壳。这是李洪志的说法，就是非常直白的，就是说就是要破除人类这个科学的壳，这个思想。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呢？按照李洪志的说法，真正的科学就是法轮大法，这是真正的科学，而人类的科学是邪教。第二个方面需要彻底决裂的就是人类的道德。按照李洪志的说法呢，人类的道德呀是大滑坡，大滑坡，甚至用大滑坡都不能衡量了，应该用一句话叫道德无存。所谓道德无存呢，无存就是根本就不存在了，就是人类没有道德，说白了人类没有道德。那么对于人类的这样的道德，当然了那是要抛弃的，人类的道德是要抛弃的，也就是说不能以人类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就是你去做事啊办什么事不能用人类的标准衡量。那什么是标准呢？还是法轮大法，就李洪志传的这个法轮大法。第三个方面需要彻底决裂的就是人类的法律。人类的法律按照李洪志的说法，就是发自恶念，发自治人的心制定的，而且他是在束缚的人，束缚的人，封闭的人，限制的人，到最后连制定法律的这个人都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限定了。所以就是对人类这样的法律需要破除，就是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法轮大法弟子所要遵循的东西。这是李洪志是这样讲的，就是人类的法律啊不是真正的法，而真正的法是天法，那也就是李洪志所传的这个法轮大法，这是唯一的正法了。当然了，对于政府，李洪志也是讲就是要彻底决裂的。那么李洪志对于政府也有很多论述了，比如说黑帮乱党，当然可能李洪志反对的政府还不一定仅仅是中国政府呢，
他所谓的政府是黑帮乱党，当然指的是人类社会的一切的政府，一切的党派都是黑帮乱党。而且讲政府没有什么用啊，政府解决不了人类的问题，而真正要解决这些问题呢，唯有宇宙大法，也就是李洪志传的这个法轮大法，这是宇宙的真理。按照李洪志的说法，这是宇宙的唯一真理。李洪志来呢，他讲宇宙之初他就安排了一切的一切，他到人类来目的就是要从最高到最低，从上到下要正法的，也就是要把人类的法律、政府这些都要正过来。按照什么来正呢？那么就是李洪志传的法轮大法。当然了，还有就是说李洪志传出来的这个法轮大法最早的时候叫法轮功，后来才叫法轮大法的。为什么李洪志说这是一开始叫法轮功呢？因为他讲气功啊，以前传出来的气功都是给李洪志这个铺路的，给李洪志铺路的，他是低层次的。也就是说气功以前传出来的气功都是低层次的，给李洪志铺路的。那么这样的低层次的气功呢，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就是李洪志出山开始吧，再有气功师在外面，那都是假的、附体的、骗人的。因为真正那些气功师铺路的已经都回去了，如果再在外面的就都是求名求利的。也就是说这样的气功也是要决裂的，就是大家不能再学的。大家要拿到那个各种气功杂志，那里边你一翻会有附体的，跳出来大蟒缠身的，对吧？这是对于气功。当然了，气功按照这个人类社会科学等这些角度来讲呢，养生之道嘛，几千年来就是说人类还是承认它的。当然李洪志讲气功是修炼，就是气功就不是气功，实际上叫修炼。而真正修炼往高层次上唯一带人的还是法轮大法，其他的都是你即使说传出来教人向善的，他干扰了正法的传播，那也是邪的，就是按照李洪志的说法也是邪的。这是对于气功，那当然是要决裂的，要反对的。另外需要彻底决裂的、需要反对的呢，就是宗教。宗教按照李洪志的说法呢，就是说我们不说它是邪教，但是呢神是不承认现代的宗教的，因为现代的宗教已经败坏了，就是干扰了正法的传播吧，按照李洪志的说法。那么破坏正法弘传的那都是邪的，咱们不说它是邪的，那么神不承认它，对吧？那不用说，那是什么情况呢？在法轮大法弟子的头脑中都有一个等号，宗教就等于邪教。那么对于这个宗教呢，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佛教。那么佛教呢，按照李洪志的说法，那个天上的佛呀都很多都炸掉了，就是很多佛都夸夸的往下掉，他自保都很难的，天上的佛都在往下掉，而且有炸毁的很多。那么佛教的法呢也败坏了，也败坏了，不能渡人了。佛教的僧人呢也在都在求名求利，也都在求名求利，不能自渡了，自渡都很难，何况渡人。也就是说对于人类的宗教呢也是要反对的，彻底要决裂的。这是李洪志就是要决裂和反对的这么多东西。那么我们今天重点的就是讲一下，上午吧，咱们重点的讲一下科学方面的问题，重点讲一下科学方面的问题。那么李洪志对于科学有这样的一段论述，一个说法吧。他说我和大家的差异就是我的脑子是全部打开的，而你们不是。因为在这个世间，无论是哲学也好，天文学也好，物理、化学、人类的历史等等，人们觉得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也就是人类的这些科学啊，在李洪志看来是非常简单的。人的大脑是封闭的，李洪志的大脑是打开的。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李洪志对于人类的科学到底了解多少，
对于人类的科学，李洪志到底了解多少？首先呢，我要郑重的声明一下，对于科学呢，我这里边并不是想说拿出科学作为一个衡量标准，没有这个意思，不是说科学能衡量一切，或者科学能不能衡量正法邪法，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说出来的东西连人类最基本的科学都是不符合的，那却很难说你是正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人类的科学啊，确实不能说衡量一切，因为人类的科学发展只有几百年，也就400年的历史吧。往远了说，几千年来的这个人类的智慧，也就到最后的这400年才形成了现代科学。这是人类的科学的发展的大致情况。但是现在这400年的科学发展下来呢，人类怎么样呢？可以说上天入地。大家现在考虑一下，现代科学我们身边到处是现代科学的成果。那么我们想一下，如果人类的科学咱不说再发展1亿年，那太夸张了，咱就说发展5000年吧，说再发展5000年，那你说人类是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其实不用5000年呢，再过100年你都想象不了人类的科学会发展到什么样。所以我们无从用现代的科学作为一个标准，因为它还在发展之中。这是我首先要声明的。那么我要讲的科学方面呢，一共要讲8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物理学。李洪志对于物理学啊，他首先就进行了一个，就是对我们人类这个生活的这个空间吧，首先进行了一个哲学概括。什么样的一个哲学概括呢？他就讲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个空间，就我们眼中能看到的这个世界啊，是由最大一层分子啊构成的，而比这个最大一层的这个分子小哪怕一点的，人类就看不到了，也就是不是人类这层空间。那么那是什么样的空间呢？也就是微观一点的是什么空间呢？李洪志讲的是神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天上，也就是天上不一定在上面。按照李洪志的说法，我们的指尖这个地方，这也是天，这也是天，这也是天，只要是微观一点它就是天了。那么我们看一下李洪志的这个论述是否正确，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个空间是否仅仅是由最大一层分子构成的。我们在学中学的时候啊，知道所有的金属，包括我们现在眼中能看到这个钢铁、金银铜铁铅锡，这些所有这些都是原子构成的，就是最大的粒子就是原子了，最大，没有这个铁分子、金分子之说，根本就没有分子，就是说它最大是原子。当然了，还在我们这个空间之中啊，这个金属是在我们这个空间中的，大家能看得到的，这是原子构成的。当然原子构成的物质还有很多了，比如说氦、氖、石墨、金刚石等等等等，它都是原子构成的，都在我们这个空间之中，这是原子。那么人类的现代科学呢，大家可能听说过有一个叫纳米技术。什么叫纳米技术呢？实际上就是人对于原子这个层面的物质进行排列控制，也就是它的尺度最大也就是原子10个原子左右构成的这么一个物质材料，就被称作为纳米材料。这是现代科学可以做到的，也在我们这个空间之内。那么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学自然常识啊，跟小孩讲的一个这个物质状态，讲物质有三种状态，说哪三种状态呢？液态、气态、固态，三种状态。实际上严格来讲呢，这是对小孩讲的，跟那小朋友讲的，实际上的物质状态比这要多得多。现代科学发现的物质状态已经达到7-8种以上了。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说离子态，就是等离子体啊，等离子体态。
我们有的人家那个这个地毯呢、啊，就是等离子体植绒，就是用等离子体技术制造的。那么我们能可以看到的离子态有哪些呢？实际上严格的来讲，金属虽然叫做原子，实际上是以离子状态存在的，也就是说它那个金属的原子的外边的电子是游离的，就是电子和这个原子核是游离的，这叫离子状态。那么我们眼中可以看的，比如说蜡烛点的那个火焰，还不仅仅是蜡烛的火焰，我们这个只要有火的地方，那个火就是离子状态，比原子还小，比原子还小的离子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天上的太阳，天上的这个太阳呢就是离子状态，当然了还有很多恒星啦、星云啦，这都是可以看到的，而且在我们这个空间之中也是比最大一层分子要小的很多的粒子构成的，这是离子状态。当然了还有比离子还小的，就是说比原子还小、比离子还小的物质，也就是说比如说超高压态、中子态。什么叫中子态呢？大家可能听说过中子星，也就是说天上的星星啊就有中子构成的，就完全都是中子，最大的粒子就是中子构成的，叫中子星，也在我们这个空间之中。我们人类呢可以把物质通过超高压压缩成中子态，就是非常坚硬致密，用来钻探或者是切割，就是钻头啊，也是中子态，就是说它是中子构成的，就是说很微观的。当然了我们人类空间爆炸的原子弹、中子弹等等，这不也都在我们人类这个空间爆炸了吗？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这层空间可不仅仅是由最大一层分子构成的，这个论断是错误的。这是对于人类空间是否是由最大一层分子构成的，我们简单说到这里。另外一个需要讲到的就是李洪志关于万有引力的一段话吧。他讲说人类这个生活在地球上啊有万有引力，之所以有万有引力呢，科学家认为，李洪志说的科学家认为，当然了科学家根本就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说科学家怎么认为呢？地球旋转产生了万有引力，实际上根本不是旋转产生的，两个物体比如说这瓶饮料和这个杯子之间不用旋转，它们之间就有万有引力，任何两个有质量的物体哪怕是静止的、相对静止的，它们之间都有万有引力。那么他说科学家这样认为，说科学家认为是地球旋转产生了万有引力，而李洪志说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呢？他说是神呐，在地球表面给人造了这么一层微观物质，造成了有万有引力，让人能垂直站立等等。而超出这层物质，也就是说到太空里面人就会失重，也就是没有这个万有引力了，人就会失去重量。那么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呢？刚才咱们讲了，旋转产生的不是万有引力，旋转产生的是离心力，和万有引力正好是相反的一个力。比如说地球在旋转的时候，物体可能被抛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发射宇宙飞船呢，绕着地球旋转的时候可以飞出地球，我们在甩我们的手臂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个向外的一个力，我们拿一个绳拴一个重物旋转，会感觉到它有一个向外的旋转的力。我们在公共汽车上，公共汽车在转弯的时候，急速转弯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个向外抛的力，这都是离心力，离开中心的一个力。人在地球上如果这个地球旋转的话，也是离开地心的一个力，只不过这个力啊不足以把大家甩出地球而已。也就是说这个万有引力啊，它是两个物体之间吸引产生的力。那么地球的
这个万有引力呢，也就是地心引力吧，它是超出地球就没有了吗？我们学过中学课程的时候知道，地球的引力到宇宙的边缘都存在，可不像李洪志讲的超出地球表面人就会失重。那么为什么存在一个失重的这个概念呢？失重啊，它是一个正好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人类发射的这个宇航器或者宇航员在绕地球旋转的时候产生的离心力和地球的引力刚好平衡，描述的这样一个状态，并不是真的失去了重力或者是引力。那么刚好平衡，如果差一点，比如说旋转的快了一点，那么宇航员就会飞向宇宙深处；如果旋转的慢了一点，比如说我们发射的这个卫星在天上为什么最后会掉下来啊？就是因为它旋转逐渐的降低速度，减速了，速度产生的离心力不足以抵抗地球的引力了，它就会掉下来。也就是说，在太空中地球的引力同样存在。那么即使按照李洪志的说法，超出地球一定范围才有失重，也不对。为什么讲呢？因为在我们地球表面，也就是李洪志说神创造的这种微观物质造成万有引力的这个空间之内，在地球表面这个之内，我们人类也随时在体验着失重。比如说大家在坐电梯的时候，上下机动运动的时候会产生失重的感觉。飞机，大家坐过飞机进行机动飞行降落等等机动飞行的时候都会产生失重。在这个失重现象啊，在地球表面每天在人类社会这个空间当中都发生百千万亿次而不止，也就是说每天都在发生着，并不像李洪志所讲的那样这是万有引力问题。我们再看一个李洪志对于物理学的另一个说法，说对物质的认识也不像现代科学家认识的，他研究中子啊、原子啊这些东西不安全，不放在铅盒里就会有放射。这是李洪志认识的，这不是科学家认识的。李洪志经常打着科学家的旗号或者科学的旗号来编造邪说。那么科学家可从来没有认为中子原子这些东西不安全，谁把这个铁说不安全了放在铅盒里？铁就是原子构成的，我们不放铅盒里它也很安全。当然了，还有石墨、金刚石等等都没有必要放在铅盒里。当然中子态的，刚才咱们讲中子态的物质我们也没有必要放在铅盒里，它也很安全。那么放射性啊，是少量元素由于它核的不稳定状态，也就是中子和这个质子的数量之间的这个不稳定的一个状态，造成它可能会分裂或者是放射出中子等等这些状态。比如说铀就是这个放射性元素铀啊，那么235238等等这些元素呢，它是很大的原子，很大的原子，它有放射性。但是呢比它小得多的这些什么金啊、铅啊、铁啊却没有放射性。不是说越小放射性越大，这个论述是错误的。说越微小的物质放射性越强大，这是最根本的根本。这可不是最根本的根本。这是李洪志自己认为的，他自己认为的，科学家也没有这样认为。李洪志对于铁等等这些金属还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为什么铁的分子排列那么整齐，金的分子排列为什么是那样呢？铜为什么是那样呢？铝又为什么是那样呢？而且是均匀的整齐的排列。哪样啊？实际上李洪志说这样那样那都是模模糊糊说的，哪样也不是，真的哪样也不是，不像李洪志讲的是均匀的整齐的排列，因为它是一种离子的状态，
可不是整齐的排列。这是对于物理学，咱们就举这几个例子吧。化学，第二个方面，化学。化学呢，李洪志讲说，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一层物质空间，还落实到这个人类生活这一层空间呢。他说，物质的本源，比如说这个桌子，包括我们人体，物质的本源是什么呢？人类的这个水，也就是说这个瓶里装的这个水啊，人类的这个水。当然了，在旧金山，李洪志还讲说是常人世界的水。在瑞士呢，他又讲说是这个空间的水，反正就是这个水。你不管怎么去讲。他还讲，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论述这个本源物质，我们这一层人类空间的本源是这个水啊。他有这样讲，他说大家知道这个蔬菜啊，你用手去转来转去，讲你用手转来转去，他可不是说我李洪志用手转来转去啊，或者用功能用神通，他可没这样讲，说你用手转来转去，最后什么都不剩，都是水。说人身体 70% 是水，甚至连骨头头发也完全是水构成的，其实都是水。大家知道实事求是，就是拿一个具体的实事，我们当中可以求是，求真理啊，也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拿一个茄子，拿一个萝卜去捏一捏，转一转，看是不是到最后都是水。实践非常容易的吗？我们每一天都要吃蔬菜的，你去可以转一转。那么蔬菜当中，咱们抛开各种复杂的元素不说了，咱们就说最简单来讲，它有碳和氢构成的化合物，叫碳氢化合物。那么这个碳，大家想一想，碳我们能不能用我们人类的这个手给它转成构成水的氢或者是氧？我们用人类的手是根本不可能把碳捏成转成氢或氧的。当然了，不仅仅说你用手做不到，我们人类的化学反应做不到，我们人类的核反应也是做不到的。因为核反应无外乎就是裂变，也就是说大的核啊分裂成小的核，比如说铀分裂成这个更小一点的这个金属，或者是这个小核，或者是聚变，就是氢的同位素撇刀穿呐、啊、聚合成氦。那么这个过程，当然李洪志说把这个裂变的反应叫聚变，这个分原子核分裂的反应叫聚变，这是李洪志这个我们算作口误吧。实际上裂变的反应叫分裂的反应叫裂变，聚合的反应叫聚变。那么就是说，我们用人类的一切方法，机械的手转、化学的反应，包括核反应等等很多方式，所有的方法我们都不可能把碳变成氢或氧，人类是做不到的。所以李洪志的这段论述，大家可以下去做一个最简单的实验来证明它。这是化学。第三个方面，我们举一个例子，天文学。首先我们讲一下，李洪志在讲到劫难的时候啊，他讲说银河系之外，就是宇宙啊，他说宇宙早就发生大爆炸了，银河系以外炸的是空空如也。为了保护地球啊，当然了，单独保护地球是保护不下来了，那就得把整个银河系都保护下来，有这么一段论述，我想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那么他讲呢，人类的科学家看不到这个景象，也就是银河系以外大爆炸的这个景象。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说是15万光年以后，这是才可以看到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景象15万光年以后。当然了，李洪志这里把光年当作一个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实际上它是一个距离概念，这样的论述也很多了，我这里不想谈这个问题。那么15万光年以后才能看到，他说科学家现在看不到。当然了，他马上又讲了一个画蛇添足的一句话，他讲说天上的星星啊，不信你看，
天上的星星现在啊，那天上的星星都少了，对吧？说科学家看不到，但是你一看，天上的星星都少了。就是说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你眼睛能看到，科学家就看不到，对吧？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那么天上的星星啊，我们肉眼在城市当中看天上的星星呢，确实是少了。但是你要是到农村去，或者到山上去，你去看，一颗也没少。因为什么呢？因为城市有这个空气有污染呐，有很多这个大颗粒阻碍了星光的进入，所以我们看到星星好像少了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对于宇宙，我们人类生活的这层宇宙，因为我们人类以外啊，按照李洪志的说法还有多少多少层，那是我们探讨不了的，因为我们人类就生活在人类这层空间嘛，更多的我们探讨不了。那么对于人类这层空间呢，李洪志是怎么讲的呢？有多少个银河系这样的星系构成的这个人类这层小宇宙呢？李洪志反复强调，新加坡呀、纽约呀等等很多地方都反复强调，是由27亿不到30亿个银河系，27亿不到30亿个银河系构成了我们人类这一层小宇宙。当然了，别说人看不到边，按照李洪志的说法，如来这层次的佛都看不到边。那么这层宇宙真的是27亿不到30亿个银河系构成的吗？我们看一下李洪志说这番话的时候，科学看到了多少。98年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有参考消息啊，参考消息98年的1月7号第9版有一个报道，就是我们的宇宙有多大。当然了，这个后来的这个还有一个科学杂志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科学的介绍。那么我们这里可以介绍一下，就是科学发现了多少。哈勃太空望远镜，就是美国发射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啊，发现了1250亿个银河系，就是已经发现了，当然还有就是没有，还更广阔的这个空间没有探测到，已经发现的是1250亿，比李洪志说的27亿不到30亿那要大了，大了去了，应该这么讲，大的太多了。李洪志认为27亿不到30亿可能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了，但是真正的天文数字可比这要大得多。那么李洪志在讲到宇宙的这个，当然了，李洪志还歪曲了一句话，就是说佛看不到宇宙的边儿啊，就我们人类这层小宇宙，如来这层次佛看不到这层边儿。他说那佛呀，随着层次的提高，看到宇宙，我们这层小宇宙，说他看到边之后，再看之外还有宇宙，然后随着层次的提高，再往外看还有宇宙。这样李洪志说叫七大无外。大家想一想，宇宙之外还有宇宙，那不叫七大有外吗？那怎么能叫七大无外呢？李洪志歪曲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当然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呢，我们明天上午给大家介绍。同时李洪志还讲了一句，就是说佛在提高层次的时候看微观，说微观之内还有微观，随着层次的提高发现微观之内还有微观。所以说佛讲了一句话叫七小无内。大家想一想，微观之内还有微观，那不叫七小有内吗？当然了，在这句话里边，这个七一会儿代表宇宙，一会儿代表微观，这是在古文里是不通的啊。这个七只能代表一个事物，李洪志把它一会儿代表宇宙，一会儿代表微观，也歪曲了七小无内这句话。
也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也是明天上午咱们要需要介绍的。当然了，佛教的宇宙观呢，就是说二十七亿、三十亿个银河系构成我们这个宇宙的问题啊。佛教的宇宙观也不是这样的。佛教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学说，李洪志也歪曲了。他讲什么叫三千大千世界呀？就是三千个人类这样的星球，就是有人类这个居住的星球在银河系之内，就是有三千个。他把三千以理解成是三千个，而佛教讲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讲的是什么呢？是有人类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太阳系，叫做一个世界的话，一千个这样的世界叫做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做一个宗千世界，一千个宗千世界叫做一个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是三个一千，叫三千嘛，三个一千相乘，一千乘一千乘一千，是十亿啊，那可不是李洪志讲的三千个。那么三千大千世界呢，叫做一个佛世界，而有多少个这样的佛世界呢？在《金刚经》等等很多这个经书上都讲说，印度那个恒河呀，印度有一条像长江一样母亲河嘛，恒河，印度的长江可以理解为就是里边的沙子是非常的细，就是沙子很多啊，沙子很细很多。那么这样的沙子有多少呢？当然了，用人类的数字很难计算了。恒河沙数这么多个三千大千世界，再抹成粉末，就是抹成微尘，每一个微尘又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这么多个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三千大千世界，比二十七亿如何？对吧？我们人类这层空间远远不是二十七亿到三十亿个银河系构成的。当然了，李洪志还讲说，我们人类的这个九大行星啊，就九大行星构成了三界。这也是按照佛教的说法，也是错误的说法。因为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千乘一千乘一千，也就是十亿个恒星，十亿个恒星，这样的一个，大约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吧，是一个佛世界，也就是一个三界。根本不是李洪志所讲的九大行星，那何等的小啊。当然了，人类现在发现的1250亿个星系也不是太阳系这样的星系啊，是银河系这样的星系，每一个这样的银河系又大约是有2000亿颗恒星，2000亿颗恒星构成的。恒星就是像太阳这样的星球啊，地球或者火星、金星、水星，这是行星，它不是恒星。这是宇宙有多大的问题。关于火星问题，李洪志在《转法轮卷二》是这样讲的：说人类说，就是说这个空间的火星上很热，有这么一句话。人类从来没有讲过火星上很热，为什么呢？因为太阳之外，第一颗是水星，第二颗金星，第三颗地球，第四颗是火星。火星在地球轨道以外，上边很冷，人类不可能说上边很热的。所以李洪志说人类说上边很热，那是错误的。如果李洪志要说是我李洪志说上边很热，那我什么都不说了，因为也许是李洪志用天目看到的呢，是吧？那我没有，我也看不到，我也不知道，我也无从说。但是你要说是人类说的，人类没有这样说。李洪志是望文生义，认为火星那肯定是上边很热了。火星为什么叫火星呢？因为火星啊是一颗红色的星球，红色的。为什么是红色的呢？我们有铁块啊，拿铁块扔到外边被
雨水一浇，然后氧化，叫氧化铁。那么氧化铁呢是红色的，也就暗红色的铁锈啊。火星上面氧化铁很多，所以它是一颗红色的星球。火星上边温度很低，比地球上平均温度要低几十度，而且上边常年狂风不断呢，是一个风凉世界，根本谈不上热。在天文学上，李洪志还介绍了一个情况，说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大型的天体，说叫宇宙墙，说在太空当中有个大型天体叫宇宙墙。当然了，人类它因为它不在这个原子构成的嘛，说不在人类这层空间，它是极乐世界所在，也就是西方三圣啊，阿弥陀佛、大势至、观世音菩萨，说是三个山在旋转，说人是看不到的。那么人类科学家怎么发现的呢？说是由于很多星球啊绕着它在运动的时候，说到这个宇宙墙这儿就齐刷刷的就不见了，就被挡住了嘛，所以就说这有一个大型的天体。当然这种说法我首先声明，科学家没有发现李洪志说的这种现象，因为在宇宙当中啊，当然了这个涉及到相对论问题，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大型的天体，它的引力场就会造成光线的弯曲，它是挡不住后面的发光物体的，后面的发光的这个光线会绕着这个巨大的天体绕过来，它像一个透镜一样，叫引力透镜效应，人类还是可以看到的。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李洪志说这个现象，就这两个物体人类都是可以看到的，根据引力透镜现象。那么咱们还是按照李洪志的这个说法往下说吧，就说有这么一个原子构成的不在人类这个空间的大型天体，挡住了人类可见的天体，也就是恒星等等。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了，不在我们这个空间的物体，透明的，也就是它根本就不在这个空间，人类不可以看到的东西，会挡住我们人类可见的东西吗？根本就在人类看来就不存在的一个东西，怎么能挡住我们人类可见的呢？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玻璃如果擦得很干净的时候它是透明的，在人类的眼中它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是挡不住窗外的景色的。苍蝇也是一样啊，它认为这个地方没有东西，所以就我人都见过这种景象，苍蝇在这个玻璃上使劲的飞呀，想飞出去，它认为这什么都没有，但是却飞不出去。我们有没有人看到过苍蝇在这个墙上就使劲的想飞出去？有没有？没有吧。就是说在他眼中没有，也就挡不住另外的物体，也就是说按照李洪志的说法，这宇宙墙挡住了另外的物体，只要它挡住它就有轮廓，人就可以看到，它就是个实体。当然了，还不仅仅人的肉眼，包括各种仪器，比如说 X 光啊，X 光仪，或者是各种这个天文这个射电望远镜等等，只要能挡住这个光线的，人都可以看到。就像飞机在天空在飞行的时候，有雷达发射电磁波，那么它挡住了这个电磁波，人类就知道了飞机的运动方向、速度等等、距离。我们去做 X 光透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解开衣扣啊？就是这个衣扣啊是金属的，它密度要大一些，要阻挡住这个 X 光，所以就会看到有物体的存在。我们的骨骼更致密，所以在 X 光下面它是可以看到骨骼的，它挡住了这个光线，所以我们就可见。也就是说那个宇宙墙挡住了光线是可见的，怎么能讲说它不在人类空间呢？这是一个矛盾呢。这是天文学第四，语言文字。关于李洪志的转法轮呢，在这个研究会有一个姓于的就跟李洪志说你这个转法轮呢，语法有很多不符合语法，有很多错误。
而且字词啊也有很多地方用的不对，甚至有错别字。这是后来了，李洪志他一看怎么办呢，他就在转法轮后边附了一张纸。他是怎么解释的呢？他说转法轮在文章的表面上不华丽，甚至不符合现代语法，但是我如果用现代的语法来整理这本大法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文章的语言结构规范而漂亮，却不会有更深更高的内涵。也就是说转法轮是有内涵的，如果不这样写，也就是说不符合语法，文章这个不规范不漂亮，甚至有错别字，如果不这样写的话就没有内涵，必须得这样写。那么李洪志说他这个经书啊转法轮呢有内涵，可是随着这个法轮功练习者按照李洪志的说法一遍又一遍的去通读，并没有发现有更高更深的内涵。很多人都在问说我怎么没有看到更深的内涵呢？那么李洪志是怎么解释的呢？这是后来了，李洪志这样解释，他说白纸黑字它什么作用都不起，可是它能够讲出人类最浅显的人类知道的道理，仅此而已。而更高的内涵在表面文字上没有，写也写不出来，中文也写不出来，在白纸黑字上留下来的却不能超于常人。也就是说怎么写啊都是没内涵的，用什么语言也是没内涵的，最多就讲人类知道的道理。当然人类知道火星上很冷啊，李洪志却说上边很热，人类说很热，人类可不知道啊，李洪志这个也是不存在的。那么前边讲说不这样写就没内涵，后来又讲怎么写都没有内涵，怎么写用什么语言写都没有内涵，为什么要不符合语法呀？为什么要用错别字呢？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说法呀？当然了，李洪志这样说呀，也只不过是想掩盖他的文字水平的低下和这个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的缺乏，只是想达到这个目的，想掩盖他前后的这个逻辑混乱，矛盾重重，如此而已。那么，语言文字有没有内涵呢？语言文字是有内涵的，没有内涵，怎么把我们人类的几千年的文明记载下来啊？叫文以载道，文以载道啊，它是一个载体。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说语言文字是人类的思想的外壳，就是人类的思想的一种表现载体。那么李洪志对于他的经书呢讲，只要通读不能精读，你不能去对照着学，不能前后有针对的去学，不能讨论，只能相信不能怀疑，一遍一遍的把你的思想念目了，当然这都是李洪志的原话，你就念目了就可以了。这是语言文字。谈到历史问题，李洪志讲到，这是第五个问题，历史。李洪志讲到说得法呀很难，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唐僧到印度取经的时候，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走了11年。那么实际上呢是17年，是17年，从贞观3年到贞观19年，一共17年的时间，不是11年。当然了，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口误。那么谈到秦始皇的时候，李洪志讲，秦始皇杀了许多人，统一了中国，把许多列国的皇帝都杀掉了。秦始皇，也就是始皇帝，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哪有皇帝让他杀呀？前边没有皇帝，我们还可以把它当作是口误。当然了，李洪志的这些口误，李洪志还说他是李世民转世，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转世啊。而且他说他从宇宙之初就安排了一切的一切，宇宙之初到现在，在李洪志看来也应该是弹指一挥间呢。为什么这样的历史问题？因为李世民还去接唐玄奘吗？取经回来，怎么就
回头就忘记了呢？这是不符合历史了吧？那么对于佛经的集结问题，他为了说佛经不可信呐、不能相信佛经，还是我讲的这个可信，他是这样讲的，说经书是释迦牟尼佛不在世500年以后才系统整理出来的。大家知道500年中国正处于元朝，成吉思汗说什么了，现在谁知道。那么他的结论就是佛经是不可相信的，李洪志的经书才是相信的。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500年呢、它可不是元朝，就是500年前是元朝吗？500年前是明朝宗业，500年前是明朝宗业，元朝是700多年前。当然了，关于佛经是不是500年后整理的，咱们一会儿讲，大家先休息一下。